民众如出现发烧、头痛、四肢酸痛等类流感症状，先到附近诊所就医，并尽量在家休息。必要时依医嘱使用流感抗病毒药剂，以降低重症风险。流感并发症通常来得急又严重，如果感染流感后出现呼吸困难、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，应赶快到大医院就医，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。如要询问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合约院所，可至疾管署网站的流感防治疫网通查询哦。